还在用过时的方式看投资。台股热搜带你掌握最夯潮流新资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辣椒 Doris。今天呢是我们台股热搜的第一集哦。在节目之前呢，我们先欢迎万尚和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万老师。哎，为什么你今天是小辣椒啊？你看不出来我今天很红吗？很辣吗？哦，这样子哦。是啊，好像看不太出来了。那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老师要针对最近很红的话题去推荐给大家。那反之呢，就是可能对大众就是吵到烂掉的话题啊，都要提醒观众哦。不过呢，老师你千万不要乱说，我会用很泼辣的方式攻击你哦。哦，绝对不会乱说哦。但是跟大家讲，别废话，赶快我们来进行第一个环节。今天要热什么呢？今天最热的是高速传输。高速传输，你要确定是好货欸，不要乱骗人哦。一定是好货，没有骗人啊，你放心啦，绝对很好啦。那快点来讲解吧。高速传输我们要讲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最近AI 带动啊，整个处理的需求，那高速运算大家都知道会需求非常高。那高速运算有什么哦？就是 USB 哦，第四代新规格要上路。那欧盟啊，英特尔、苹果都在力推齁，那处理器大厂譬如说英特尔、超微等大厂，是什么喔、哦、还没讲完齁、哦、那我跟大家讲还有什么加速的新规格齁、哦、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，还有什么 USB4 啊 USB 啊这个 P3.1 还有 Type-C 啊齁、哦、都有机会推动一波换机潮。那有哪几档呢？譬如说翔硕啊，这个普瑞 KY 微风啊，其实去年一整年的库存阴霾都已经调整完毕了，库存都已经消化差不多。那今年啊，已经走出这库存过多的状况哦，营运其实也开始重回到这成长的轨道。再加上景气啊，逐渐的都开始好转，所以接下来有望走出新一波的涨势。那除了翔硕在之前已经大涨之外哦，普瑞 KY 还有微风哦，基本上都处在这个低基期比较低哦，所以未来哦，基本上我跟告诉大家一定会涨，好不好？老师你真的确定吗？我觉得你都在乱讲欸，明明看这边小明都说很烂，你看到时候我就套牢了，连一小角都买不起。你看这里大股东都在卖股票欸，在声浪股票欸，新闻也都这样讲嘞、欸、还有人说哎呦翔硕不买，买这个来割韭菜，这样对吗？乡民讲的，我告诉大家哦，乡民讲的没有用欸。请问一下乡民讲的东西、啊、我问大家哦，乡民讲东西能赚钱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市场上 90% 人都输钱，所以千万不要看乡民讲，好不好？好，时间会数字会证明一切啦，所以我们就等着来看哈。好吧，那我就暂时不跟你计较了啦。那呢，我想要来和大家推荐特别好的族群哦，因为最近新闻都说什么观光股非常好啊，然后什么有什么旅游业啊，要推动它的新开的门市啊。哦，小阿酱，你这样不行。你不能看新闻去做股票、哦、什么去年观光股其实都已经怎么样呢、哦、炒得太夸张了。但是老师你真的没有认真看新闻吧，我这边有新的东西耶，你看这边呢、啊、灿星旅游就是他有讲说他要开门市，然后这边呢也有盘前也有讲说很看好航运股耶，老师你怎么看？哦，告诉大家股市是什么样的东西呢、哦、其实股市啊要看什么，看未来的行情啊，你看这些过往的东西没有用。那观光股其实这么，大家发现最近都是一片惨绿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受到什么富中旅行团哦，它有这个禁令。再来是什么年代旅游有争议嘛？大家都知道最近闹得很凶，没错，什么富国岛丢包事件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开始对这些旅行团哦不信任感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哈，国内消费就变成说观光股他们这个整个业绩都不好。好，那近期股价，我告诉大家，最近都不会好，尤其告诉大家，去年的时候股价炒太多 去年的时候有些观光股炒到什么三四倍，炒得非常夸张，从一月份开始一直炒到七八月份，有的炒了好几倍，比如说像夏都啊，30块涨到120，对，好、哦，然后云品50块涨到130，再来呢，富也从啊20块涨到50块。哦，很多的高毛利的电子公司都涨得没他们多哦，所以是什么啊、哦？真的笑死了，好不好？真的笑死了。那呢，就是大家都说廉价是布局的好时机啊。那四月现在有清明廉价，我可以趁早 all in 吗？哦，当然不行了、啊。哦，当然不行了、啊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观光股就是不行了、啊。那我先暂且相信老师你一回好了。那呢，今天我们斗争到这里结束好吗？斗争到这里结束，当然不好啊。我们下次再继续斗争。我以为我们要和平相处嘞。哦，没有和平相处哦，大家继续看，我们下次怎么斗争。
那好吧，你们也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评判吗？你选热的高速传输还是收的观光股呢？快点在影片下方留言哦，让我们知道你对热收的想法。另外记得加入万马社 LINE 还有 Telegram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还要加上分享哦。台股热收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老师你吃辣吗？不吃。啊可是 我不太吃啦，吃了。可是我超爱吃辣。吃辣也会怎么样？因为年纪大吃辣会拉肚子。哦这么。不太形象这不是借口吧，真的吃还是会吃，人家麦当劳会吃那个劲辣鸡腿堡对吧？劲辣鸡腿堡人家讲说什么比那个大冰奶还要厉害，大家你知不知道这个消息啊？你去哪里看这个消息啊？大家自己去 Google， 比大冰奶还厉害，你保证隔天一定会那个齁排泄顺畅。拜拜。